刚醒咧，都看麦，我有喺地内底，会当当网工。你要几多钱？十一斤。代志大条啊！我被骗啊！即摆车甲现金拢抢去啊！我袂记你提七零，这个玻璃箱同款，五分钟后被干。放心啦，你紧走。你是我的血性关键，我让过你，让你来打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哎呦哎呦，超口感举弱。小平传讯息给你，内底敢那对不起三字。小平，啊，全家拢着你妈妈的人是我。妈的检查报告其实已经出来了，妈的脚毛去伤到。我不是挑故意的，你爱相信我。你讲讲较济，妈妈都改变，你结束不结束去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哎呦哎呦，超口感举弱。你要钓偌济？十一斤。我知影夜会真重要，不过迄块地，咱嘛同款袂当让予别人。今仔若无签约，咱是变做对阿妈交代啊。叫你阿去啊！我妈嘛求你做一只苦有阿心。你着安抱着这份亏欠过日子。等我想着要怎甲伊讨的时阵，这一件很好嘛。请问刚是叶科长先生，拄我再通知，你车间可能有炸弹。是的，请来滴。不过你要先和我确定，夜会真正平安无？永平啊，拜托的，你一定要保庇，炸弹千万都不炸。喂，我讲系啊，代志大条啊，我被骗啊，即摆车甲现金拢抢去啊。那你请你马上通知保育员，甲伊家属问题。病医拄只卡来，叫咱全妈去做角膜移植，而且讲即摆都要水过。我阁确认一届，这是违法的，你确定袂安尼做？你个正神，你干我袂来，你无伫夜市秒死。你莫袂来，刚想要约看麦，你个王雅慧会当动偌久？受证者叫什么名？郭月宇。杜成宇妈妈。你嘛知影杜成恩？你来这要做啥？我来阻止手术进行啊。你妈妈违法动手术，为着维护病人的规矩跟名声，手术一定要停。这要现金是小数目啊，要你这么短时间就抓走，那是不可能。你是笑的？好啊，从头来，这游戏叫做用爱发电。这脚踏车顶面有一个电子钟，这时间就停下来。这玻璃箱内底就开始有毒气，你要干嘛？好了，你别走。